西甲伊涅斯塔告别战巴塞1-0库蒂尼奥远射破门。腾讯体育讯，北京时间5月21日凌晨，西甲第38轮中，巴萨主场1-0小胜皇家社会，主场两连胜。库蒂尼奥远射破门，伊涅斯塔告别战，梅西替补出场。比赛亮点。库蒂尼奥近6战有5场进球，本赛季制造13球，超12球的保利尼奥列队内第3。本赛季库鸟联赛8次远射破门，平梅西，并列5大联赛第1。伊涅斯塔告别巴萨，各项赛事674战，联赛出战438场，均列队是第2，总计夺32冠，包括9次西甲冠军，4获欧冠。梅西本赛季西甲34球，生涯第5次获西甲射手王，也是其第5次获欧洲金靴奖，超越4次的 C 罗，排历史第1点。精彩回顾。联赛主场对垒皇家社会，巴萨70战60胜，是史上主场击败皇社场次最多的西甲球队。本赛季首回合，巴萨曾在2球落后局面下4-2逆转皇社。伊涅斯塔告别战首发出场，苏亚雷斯、库蒂尼奥、登贝莱联手冲锋，梅西进入替补席，乌姆蒂蒂缺席。第7分钟，贾努扎伊右翼内切后远射，贝特尔施特根封出。2分钟后，威廉·若泽禁区前大力远射稍偏。第10分钟，艾尔瓦左翼回敲，伊涅斯塔连续盘带后禁区前低射击中左侧边网。第18分钟，登贝莱右路角球传中，皮克禁区中路正对球门低射，被门将穆亚没收。第25分钟，登贝莱右翼传中，拉基蒂奇头球冲顶偏出。第30分钟，客队连续传递配合，威廉·若泽横敲，奥纳塞拉尔禁区中路转身扫射，球稍偏出右侧立柱。第39分钟，威廉·若泽禁区前抽射打高。第42分钟，登贝莱右翼突破成功，劳尔·纳瓦斯飞铲踢中，登贝莱脚踝吃到黄牌，苏亚雷斯激烈抗议判罚，也被黄牌警告。随后每次劳尔·纳瓦斯触球都会遭主队球迷嘘声攻击。第47分钟，威廉·若泽主罚任意球抽射，击中人墙弹出底线。第57分钟，拉基蒂奇直传，苏亚雷斯横敲，库蒂尼奥带球到禁区前急停横拨一步后起脚兜射，球绕过门将莫亚头顶击中右侧立柱弹入门内 1-0。第63分钟，卡纳莱斯远射打飞。1分钟后，拉基蒂奇远射偏出。梅西替下库蒂尼奥。第67分钟，丹尼斯·苏亚雷斯右翼传中，皮克禁区中路扫射，被门将没收。第69分钟，梅西中路突破后斜传，丹尼斯·苏亚雷斯禁区右肋单刀球推射偏出。第77分钟，梅西中路突破后分球，苏亚雷斯挑传至禁区中路，梅西头球冲顶被门将没收。第81分钟，卡纳莱斯转移球，伊利亚拉门迪禁区外扫射，球稍偏出左侧立柱。伊涅斯塔被换下，将队长袖标交给梅西，诺坎普球迷掌声雷动。
第85分钟，拉基蒂奇分球，帕科·阿尔卡塞尔抽射偏出。皇家社会队长帕维·普列托替补出战迎来告别战，球迷同样送上掌声。数据统计，巴萨全场控球率达 61%， 射门12-13落后，不过射正4-2占优，主队未尽全力，黄社也不缺得分良机，客队角球还8-3领先。出场阵容，巴塞罗那4-3-3，特尔施特根、塞梅多、皮克、耶里米纳、阿尔瓦、拉基蒂奇、布斯克茨、伊涅斯塔、82、帕科、阿尔卡塞尔、登贝莱、53、丹尼斯、苏亚雷斯、库蒂尼奥、68、梅西。皇家社会4-2-3-1，莫亚、埃罗斯、通多、71、奥德里奥、索拉、迭戈、略伦特、劳尔、纳瓦斯、德拉贝利亚、伊利亚、拉门迪、苏鲁图萨、89、哈维、普列托、贾努扎伊、63、卡纳莱斯、胡安米、奥拉萨瓦尔、威廉、若泽。